听说天后最近怪怪的，难道真的是失忆了吗？是吗？那失忆了岂不是更好啊？去，现在就去把我那两个小姐夫给我请到花园来。是。哦呦，我的两位小姐夫来啦！给新少君请安。坐。谁是你小姐夫啊？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快喝口水，别噎着了。瞧你那德行，让少君见笑。不知少君这次叫我们来有何贵干？那我就开诚布公了。大家都看到了。姐姐坠河以后性情大变，天爵呢此时又在冷宫里，难道这不正是二位小姐夫大好的机会吗？你瞎操什么心呢？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啊？你什么都知道。你真的要抢天爵的位子啊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哎，你知道的，无论是对天后的爱，还是人品，你我都不及他。你就死了心吧。白痴。参见天爵。我说了，别烦我。怎么，天爵不怎么欢迎我？这里是禁宫，你也敢来？其实我今天来呢，是为了天爵您。主要是想奉劝您一句话，希望您能上心。这里是女人国，你又有何能耐去颠覆朝纲，搞成今天这个样子？你未免也太低估帝后了吧？是你太高估自己了吧？你今天来不是就要跟我说这些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你。天后的嘴唇，归安吧。领主告退。这是你给我带的吗？能不能换别的呀？真丑。想必那天晚上您和领主啪啊怎么可能？你这古代人懂得还真多的吗？领主的耳绳是绿色的，天爵看了会生气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有什么含义吗？您和美味难酬，啪啊啊！之后呢，男宠都会把他的耳绳献给您，表示了成为了您的男人。
之前天爵给您的耳绳是红色的，那红色的耳绳呢？嗯，找啊，快找啊！月氏。废话，让你写你就写，我才不想随便和其他的男人睡呢。月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天后？你不是医生吗？你不知道什么是月氏？微臣愚笨，望天后告知。就是女人一个月来一次的那种月氏。您说的是土猪？土猪？是土猪。哦，你们这里叫土猪啊？那要是不用跟别的男人睡觉的话，那你就写土猪吧。那个，如果写土猪，就更要事情了，因为怀孕的可能性更大。那是排卵期的意思吗？要不，那你写大姨妈。天后有大姨妈吗？啊，对了，你还没有找到穿越的原因吧？臣惶恐之至，还没有找到，能不能再给微臣一点时间？没事，你慢慢找，反正现在找到了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我还不想回去呢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我要怎样才能随便进出日月宫吗？您是帝后的指令，所以只有她的令牌可以随意进出。啊，我以前干道具的时候时常偷东西的，我可以。天后，那可万万使不得呀。哦，你们这里要砍头的是吧？那算了，那还有什么方法呢？微臣倒是可以随意进出。为毛啊？因为看病啊。哦，那我有办法了。天后，这样好吗？任何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我是你的助理。嘘。哦。我就知道。母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？女儿刚才看见，看见什么了？你快说，看见什么了？什么？天一，这么晚了，是去哪个宫出诊啊？啊，日月宫。怎么，天爵生病了？哦，好像是。哦，那这位是？哦，李公少，这位是我的新助手。帝后，
你又惹什么乱子了？听说最近董爱卿总是去天明宫，难道天后身体抱恙吗？我没病啊，母后放心吧。没病？ 那没病，董爱卿总是没日没夜频繁的去你天明宫。帝后，你还扮成天医的样子，你们俩一起在后花园。帝后，你们俩到底在干什么？给我说。微臣，微臣是……啊，我跟天医呢是医疗改革。医疗改革？嗯，是的，帝后，没错，医疗改革。 那好，那母后倒想听一听你们这个没日没夜的医疗讨论改革是什么样的。医疗改革呢是这个样子的，首先呢先设立医院，然后所有的人都去排队，就是患者去排队，之后呢去看医生，然后排队拿药，如果实在不行，病情太严重的话，必须扎针。是。 针灸终究是行医治病的主要方法嘛。不，针灸是会继续沿用，但是扎针是西医的。我给大家示范啊。嗯。 不是养具吗？我吗？你转过去。你啊！天后。 扎针居然能扎在屁股上，敢问天后，这屁股上究竟有些什么穴位呢？这不是针灸，这是扎针。这是西医的，里面是空心的，把药水放进去之后，扎入患者的屁股，把药射进去，这个病很快就好了。照天后的意思，整个医馆岂不全都是脱了裤子的人？这成何体统？这所有人光着屁股多丢人呐！ 当然，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设计，就是一个小木屋子给扎屁股针的，也会有一个专门的设计，就是给吊点滴的。如果实在受不了扎针的，就可以吊点滴，这样病也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还有点滴？天后，那还有吗？好了好了好了。既然你们想讨论这个什么医疗改革，那可以白天啊。 为什么非要晚上去讨论呢？再说了，尊卑不分，孤男寡女的，让宫里人传出去怎么好？如果想要对医学有什么改革的话，那你们就好好改。要是落人画饼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了好了，退下吧。 是，微臣告退。都怪微臣没有周全，是我指使你的，你有什么错？谢天后宽恕。 又一个计划泡汤了，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见到他呢？哎，要不我们彻底进行医疗改革吧，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见到他了。这倒也是一个方法。哎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是不是很帅？像不像女王？天后是一国之君。
天爵，你要等我，洗洗干净哦。天后，你太无了。是吗？太污了。邓天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我们天后的新发明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啊，哦，啊，这天后改革的针打下去疼吗？那肯定的呀，当时咚一针下去真的很疼啊。不过那个液体慢慢流入我屁股里边以后，感觉如乳液，很神奇啊。我光说一晚上就退了，要不你也去打一针？我觉得磊更神奇哦。啊，天后改革的好啊。是呀，所以你才更神奇的了。听说天后掉进天河后变得怪怪的。你不会是害怕打针吧？嘿。哎呦，臣接旨。天后有旨，董天一近日十分努力地在发明新玩意儿，完完全全地放弃了原来老套的治病方式，得到了众人的肯定，很牛。天后特命董天一主导医疗改革，天后自己也希望可以参与，尤其是要惠及他宫。以上。最后的
怀抱下寒夜里，今天一句道别，未来日子里面说好再也不再见。我以为熟悉了很久，你在我心上来来往往，这几年原来我们，原来所有都还是陌生。别说爱我，我会舍不得，祝福你，亲爱的。